多有痴情人，浣花溪上见青青。有坊间者，化名花溪，编纂了一本奇幻故事书。故事起源于一块宇宙中的能量石，一分为二，落入两个世界，打开了一条通道，时隐时现地勾连起不同世界两个年轻人的命运。 少庄主受惊，刺客已肃清。未必。林春啊，你又偷我钱！我只不过借你的镜子一用，看看托尼给我新设计的发型，怎么样？ 有没有感觉我更有男人味了？男人味儿，我看你有千字味儿，把钱拿出来，拿出来！你看你的皮卡丘不就是我给你的吗？我祝你早日发大财！靠什么呢？给我！早知道就不该把你们俩生出来。哎，海闹是吧？老李，开会。Hello。 李初月呀，李初月，你多大了，还不赶紧找个对象？就知道跟你弟吵。你再不找对象的话，你别说小奶狗，小奶猫都轮不到你。就是。
要不是你姑妈出国，让你在这住着看房子，我们才不会让你一个人待着呢。过两天店铺就装修完了，我跟你爸的主要任务就是盯着你找对象。盯着你找对象。哦，我再提醒你一句，还有半年，你要是再成不了设计师的话，你就踏踏实实给我找个铁饭碗工作，知道吗？今年我就去参加新锐设计师大赛，拿出比您追星十倍的热情去做设计，一定可以拿到名次的。哎呀，夜深了，恭请太后，回寝宫就寝。恭送太后娘娘。回宫。都早点歇歇啊。先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给给。李初月，听说你去参加年会了，有没有抽到什么大奖啊？我呀，人品爆发，抽了个特等奖。啊？什么呀，什么呀？就是这块陨石。说这块陨石啊，被埋在荒原十几年，刚被发现。专家分析它与众不同，我们老板说他花重金买陨石，你要吗？送你了。本宫不稀罕。我稀罕。小李，回宫。这。早点睡啊。晚安。还真是陨石，你可别一脸嫌弃啊。据说这陨石有一种神奇的能量场，能助眠安枕，影响脑电波。说不定你今晚睡觉啊，就能做一个一夜暴富的美梦。哦，你先把钱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你，还给我，祝你好梦啊，拜拜。李初阳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没对象，工作差也就算了，抽奖还抽这么个鬼东西。老天爷，睁开你的卡姿兰大眼睛看看我吧。小度，小度，放首歌。说出幕后主使，还能留你一命。东华，去看看其他人。是。说出幕后主使，便可饶你一命。是，二。他刚刚只说了一个二字，此事是否与二庄主周卫有关？你还打探到什么消息？据凌云堂的眼线说，庄主身患头疾，时常头痛欲裂，嗜睡，料定此事与周卫每日给庄主送服的汤药有关。难怪我大败北冥魔教回来，父亲却一直抱病不见，才不到一日，周卫就派死士来刺杀我。他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，我定不能坐以待毙。是。到底是怎样的运气，我掉入你的怀里，像流星撞大海里，你出现的每道里沸腾过心海的卡路里。卡路里。少庄主恕罪，属下丝毫不敢怠慢，并未卡在路上，耽误时辰。东华。是。你可听到有歌声传来？像流星扎入海底，你出现的每道里，我的心被你热烈的沸腾起。Baby, baby, baby, oh, baby, baby, baby. 少庄主，属下虽不全明白这唱词，但也听得出 baby 二字。云卫山庄上下竟然有人敢对您大不敬，属下这便将他抓来。
敢不敢杀一盘？哼，杀就杀，还敢跟我斗？吃我一剑！哈哈，越塔强杀不是我的爱好，就是我的执念。哈哈哈哈。强大，打不过我吧？啦啦啦啦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大，哈哈哈，追不上我吧？哎呀！少庄主，山庄上下皆已歇下，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人长去。莫非是周卫在使什么妖术？竟敢如此挑衅少庄主，何人在此？还不快快现身！对付你，我一人足矣，何须劳烦少庄主？哼，少庄主，你二少庄主就是武林盟主，这种小决赛需要我上？哼！大胆女贼，出来受死！东皇，年轻人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既如此张狂，何不现身？为何要当个缩头乌龟呢？哎呦，声音很好听嘛，看来是一位帅气的小哥哥啊！看姐姐我怎么虐你！李初阳，我给你加血，你快上啊，上啊！你上什么上啊？一个女孩子一天到晚打打杀杀，这游戏里面是有帅哥还是能找着对象啊？游戏里全是我小弟。哟，就你这傻样还给人当大哥呢？行了，赶紧睡觉啊！嗯，知道了。少庄主，这两个女刺客许是起了内讧。东华，你怎么看？少庄主，依属下猜测，他们并无多少人马。只不过，这女刺客口中所言的帅哥和对象值得留意，许是他们已经有了一对可供作战的象。这帅哥，许是指挥大象之人。少庄主，属下这边派人潜伏在卧房之外。不必，一切如常。诱敌深入，方能瓮中捉鳖。少庄主，少庄主小心，此物中或许藏有凶器。属下听说南疆惯会用毒。说不定你肉身接触此物，毒液便会喷涌而出。此物因何会凭空掉落？周卫在耍什么鬼伎俩？东华，是，依计行事。既然他们都已经找上门了，我们就奉陪到底。明白。主人，我们派去的死士不一人活命。
背心呢？昨天明明扔在床上的。你好，我是营销部的李初月，来取新一季的拍摄样衣，请问改好了吗？修改好了自然会通知你。您能今天给我吗？我们总监让我必须今天拿过去。我说了，修改好了自然会通知你。可是你没有看到我在忙吗？乔老师，我来帮他看一下吧。跟我来。是这件吧？秦风老师。嗯。刚刚那位就是传说中的设计界大牛乔老师啊。就是他。哦。再加些水钻效果会好一些。秦风老师，你手上戴的是艾斯顿设计学院的毕业戒指吗？是啊。我可以瞻仰一下吗？谢谢。还给你。我来修改一下。老师，我们设计部要统一定制一下发布会的服装，我需要知道一下您的三围。9580，92。优秀啊！谢谢清风老师。我说的是您设计的衣服优秀。这么多书上竟然都没有记载，能够凭空发生，究竟是何种诡谲之术？袁术，这是何种香气？啊，回少庄主。近日山庄飞虫甚多，小的用了一些驱逐飞虫的香，可能是那香的味道。下去吧。少庄主，二公子来了。董华，哎，你跟其他人先下去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，我跟二公子单独说几句。是。属下去外头守着。兄长，灵儿，听说你一少生多大败魔教，如今又平安无恙归来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既然你高兴，昨天为何不见你人影？跑哪儿去了？我去了一趟玉门山。坐。去玉门山干什么？哦，我去玉门山见了洛神医。洛神医？正是。兄长死去剿灭魔教的2个月内，父亲忽然特别嗜睡，之前只是信任周围，如今变得只听他一人之话。我和祖母都明白是周围在其中捣鬼，便设法暗中找了一个郎中。郎中说父亲是吃了控制人神智之药。我不知兄长何时归来，怕周围这般控制父亲，要做谋反之举。前几日我恰好听说洛神医在玉门山现身，便快马加鞭赶去求见。
但洛神医却打发了一个童子回话，说他不给江湖门派医治。啊，后来洛神医见我心诚，便给我出了一道题，如若能解开此题，他才答应一见。如何让水倒流？这水怎可倒流？洛神医出此题，便是婉言谢绝。兄长之日要娶亲了，是祖母的意思。他认为现在这个情况，我早日成亲为好。韩水牌二小姐失踪已久，之前的婚约作废，花期节临近，他这才为我物色这么些个女子。那要恭喜兄长了。我是实在拗不过祖母，才收下这些的。不说这个了，说正事。哎。臭丫头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加班呢，快弄完了，你们先睡吧，不用等我。那你回来小心一点啊，明天一早我们就走了，我就不叫你了。好。明天就可以报名了。加油，成为设计师，认真创作，每日进步。很好，你终于出现了。说，你究竟是何人？什么情况？我不是在睡觉吗？别跟我装傻，你究竟是何人？难道是在做梦啊？对，一定是在做梦。哎，吓死我了。哼，看来不只是做梦，还是个美梦。我勒个乖乖，这个颜值在我梦里算是最靓的仔了。李初月，你怎么这么不知羞耻，要做这种怪怪的梦啊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周卫派你来的？你为什么会凭空出现？你用了什么诡谲之术？老实交代，你们的阴谋是什么？幕后主使是谁？我还可以留你一命。这梦里不说给分配个温柔的男孩子，一点情调都没有。来，给大爷下一个。放肆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若不说，就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快来，快来！啊！
少庄主。我的崽，别闹了啊！啊，好痛啊！什么情况？这不是梦吗？你在东张西望的看什么看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老实交代，我还可以留你一命。什么交代不交代的？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快说，这什么地方？古代？哦，我不是你们这儿的人，这都是误会，这是误会。四位大哥，四位大哥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刚刚以为自己在做梦，结果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我半夜睡得好好的，莫名其妙，咚，我就掉在那儿了，然后，啪，就被你们领到这儿了。我发誓，句句属实，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。既然如此，我接下来问你的问题，你都要如实回答。Baby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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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首曲子是不是你唱的？是啊，我昨天晚上是哼来着。我在房间唱歌，他是怎么听到的？少庄主，此人果然就是当日辱骂您 Baby 的妖女。啊，不不不不，这 Baby 是英语，是宝贝的意思。在我们那儿呢，一般男子都这么称呼心爱的女子。还在狡辩，你当日出口不逊，挑衅少庄主武力不及于你，言语中还提及一对象，你定是早已设下圈套，想要伤害少庄主。哈？少庄主啊，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可以听到我讲话，但是你们都理解错了。打不过你是我们那儿的流行歌曲，至于对象呢，不是动物，是指夫君。哼，胡言乱语。东华，在，去将那件东西拿出来。是。老实点。少庄主，暗器在此。我的背心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现在承认这东西是你的了？嗯。这究竟是何物？女生背心啊。哎呦，我真不是什么刺客，你们看我身上这二斤肉，我像是习武的人吗？我就是一个普通员工，我半夜睡得好好的，突然就掉到这里来了，被你们当成刺客，说要弄死我。我才22岁，我连恋爱都没有谈过。装疯卖傻，把他带去厢房，让他好好想想自己还有什么没交代。可是带下去。是。哎哎，我说都是真的，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呀？啊啊啊！慢一点，棒棒糖掉了。少庄主，此人身份可疑，若是被他逃脱，我就是要让他逃，只有他逃了，他才能将我们引向幕后黑手，又或者他会回来，完成他未尽的阴谋。我就是要看看，他们还有什么花招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难道我的房间跟他的房间有什么联系？不行，我得想办法回去，
我不能死在这儿。凌霄院走水了，少庄主被困了，快救火呀！走，来人呐！连老天爷都在帮我。少庄主或许不在房间，那我现在就可以过去，找找我能回去的办法。奇怪的呀，这个少庄主果然是个渣男啊！可惜了，这些小姐姐都被蒙在鼓里。哎，我还是先找回去的办法吧。吃不到你做的红烧肉了，洋洋，我再也没有办法跟你一起打游戏了。爸，下雨天再也没有人给我送伞了，我再也不能跟你 K 歌了。K 歌 ？K 歌？或许这两个房间的声音可以互通。又做噩梦了。放心，待为夫取得那金丝大环刀来，进入你梦中，将那恶人杀一个片甲不留。爸，爸，爸！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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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遇到了一个蛇蝎男人，他长得细皮嫩肉的，就是那种出门要注意安全的男孩子。但是他是个黑心肠，还是个变态，他平白无故还要杀我，变态！哎哎哎！少庄主，少庄主，我真不是什么刺客。也有可能你的房间跟我的房间有什么联系呢？不然你也不能听到我唱歌，对吧？你的幕后之人究竟给了你良田房产、黄金万两，还是良人加配？只要你将他们供出来，在我面前指认的，他给的，我双倍赠与你。少庄主，我要是个刺客，我肯定什么都跟你坦白，谁不想有房、有钱、有帅哥呀？但我确实不是，我不是你们这里的人。你若是不老实交代，我连手指头都不用动，就可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
我真的不是刺客，你要杀就杀吧，爸爸妈妈洋洋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警察哥哥，警察哥哥你在吗？你此去北冥走了一个月有余，我心中甚是挂念，有一个小物件想要送给你。白芷，我已经休息了，你此刻进来多有不便，回去吧，东西我不要。警察哥哥，我绣了荷包送给你。我不是让你不要。你是谁？你为何在我警察哥哥房中？妹子，我是被你们少庄主强抢来的，他要非礼我。他不是什么好男人，这个渣男不值得你为他付出真心。哎哎哎！警察哥哥，你干什么呀？哎。白芷，我要与我心爱之人同床共眠，你莫不是要看着？心爱之人，警察哥哥，此人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，我看他来到你身边，必定是图谋不轨。此处是凌霄院，不是你凤暖阁，还不快走！少庄主，你是不是想解锁这个纸条上的问题？我知道，我知道有什么办法让水倒流。如果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你就发誓不要再杀我了。很遥远的距离，遗憾未曾平息，却躲进回忆，感受你的呼吸，留在时空边界等你。穿越过人海潮汐，只为再次遇见你，触不可及那遥远的距离。